可以吗？我今天想吃螺蛳粉，我想吃广西柳州的螺蛳粉。我们见识不见，不见，不见。你是不是不会做？谁说的？让我带小叶来我们家吃螺蛳粉啊！小叶，你在干嘛？ 小严花在螺蛳粉好啦！哇哦！小姨妈，你的手艺真的是越来越好了。小姨妈，这螺蛳粉怎么做的呀？这个螺蛳粉可就厉害了，这个螺蛳粉的汤底是由螺蛳大骨、鸡骨等熬制而成的。 搭配柳州独有的酸笋和精致小菜，口感鲜美，味道正宗，老少皆可食用，美味又健康。小姨妈还有吗？